盘开始了。过来！李指导，一就赢得了胜利。是。好球！好球！不显老。哎呀，漂亮！昨天的半决赛就能够让我们感受到他们有一种气势。对。啊，就好像这个状态出来了，爆发出来了。对。那么其他人高得多。哎呦！黄丽琴发长球，啊，变化完了以后转成正手攻已经很好了。啊，包括他的步伐。好球！好的，王丽琴能够防御啊，小将樊振东在连续进攻的时候，所以这个球来说，就是说的王丽琴呢。王丽琴扳回了一局，11-7。敲打，啊，变线。没有落点的变化。好的。好球。王丽琴。王丽琴打了一个超级坡啊，这说的在。中台啊，通过基本放高球找准机会，反手加力，完了到他这个传统优势侧身，这个他很枯燥，但是这个王丽琴为了这个事业来说，现在7-4，加力变线，所以这个变线来说，总体来说王丽琴这一手还可以。反拉住，5-7落后的情况下，李晓东教练也给大家介绍，连偷袭两个长的，所以在比赛当中啊，有一个环节，哎，啊，这两个球非常的可惜，这样，樊振东现在2-1，樊振东的比赛。好球！有了，继续，樊振东继续侧身。好球！哦，漂亮！啊，对于第一次参加全运会决赛的这个17岁的小将樊振东，啊，他的要求、他的挑战和压力是非常大的。啊，因为在万众瞩目。好球！好球！好球！啊，他有所准备了，啊，等着这个樊振东的反手加力。双方的决胜局。发接发的这个要求也会更高一些。压力侧身，好，王丽琴继续，没错，这种速度力量这种反应啊，这个不，这是打的像樊振东18-17，王丽琴18。好，哎呦，大力的身上啊，大力就是以前是，现在也是，将来可能会是别人，因为大力这个年头太长了啊。效果是8-7，好球！
王励勤这个在这个后手的情况下，他能够打出一个很漂亮的。小将樊振东啊，到打成这种实力硬碰硬的球。樊振东为上海队迎来了逆转的机会，不败啊，不败连赢了七场。对。